近日，婆婆和妈妈更新了最新一期节目，让陈若仪的妈妈首度曝光，穿着黑色上衣和红色长裤，戴着墨镜和帽子，没有耀眼的首饰和配饰，穿着比较朴素。陈若仪带着两个儿子在户外玩乐，还喊上了自己的妈妈和婆婆。陈若仪的妈妈与外孙的关系不错，全程手牵手，并且眼神始终在外孙身上，显得相当疼爱。在与小孩拍照时，林志颖的妈妈选择了比较传统的拍照方式，让孙子和自己一起摆出剪刀手，而陈若仪的妈妈则让外孙和自己单纯地冲着镜头微笑。之后，陈若仪的妈妈与女儿以及外孙在草地玩耍，并且有说有笑的非常开心。陈若仪与自己的妈妈在一起，笑容也更多了些，大概也是好久没见亲妈，心情格外愉悦吧。陈若仪的妈妈虽然戴着墨镜，但看脸型与女儿还是挺像的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